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口头禅 ？BV， 他的口头禅是 BV，BV， 哎，妈，还有什么什么
屁屁。好，讲完。OK， 我们继续问完。好。你要切入的时候要观察到。我们球啊。哦，你要过来抵挡，然后抵挡他，不要让他跑。你们都等一下，这样上来。转快点。全部都是他的全部，全部都是写这种讲我们的，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，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然后认识这个人，因为他到处放，每一个，你看国际乡公所他也骂，反拍了，国际乡公所他也骂了，要用到我的放什么机了？这是图书馆，做什么？你用到我手机的就不要干嘛？干嘛？是我啊，他每个都，他就这样子。干嘛？你这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请讲这个动作？我没有动到你啊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可以反拍我，我不能反拍你。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停下停下？因为我们这里是图书馆，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，好不好？那你叫他关掉，我就不拍。你们这样子，你们到外面去。是你这样子，我们那群到外面呢、啊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？你这样子，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。是的，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？他先把他抛到网络上，现在怪我们了。我今天刚好碰到他啊，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，所以我就拍他哦，他就是很有名这个周琦大先生。哎呦！八浪不起庙，不起公鸡，不报应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
哎呀，屌屌屌，你真是屌毙了！那个做爱不懂的话怎么讲？我只会那个哈达斯跟哈比斯，忘记问那个做爱怎么讲。教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不好意思说，做爱应该是……你那么大声干嘛？应该是拔胡须吧？拔啊！拔胡须，拔胡须，对，拔胡须管，拔胡须。哦，金色、蓝色的讲法不一样吗？我没研究嘞。好。Thank you.
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讲排浪，让大家知道而已。对，因为他把我，那被你把他撤销掉了。我为什么要撤销掉？我的他也没撤销掉啊。对啊，他po了好几个嘞，三四个嘞，三千万张吧。照片哦。对啊，po我们的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碰到我机器哦。哎，你自己在po我了，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。脸书啊，他就骂我说，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？对啊，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！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，对啊，他好，先问一下挂号吧。好，开始。然后呢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不是我报警的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，他知道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，对吗？自己知道吗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，嗯。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事。嗯，好。我不知道他是拍什么。对，那你现在在拍什么？对啊，他敢拍我就敢拍他。处理完了是吧？啊，这样子处理完了哈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，我现在报案嘛。你现在要报什么案？你要报什么？我报什么协助你？你现在骚扰民众啊？骚扰？我没有骚扰你啊。我骚扰民众。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，我现在没有骚扰你啊。我跟你一样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。互相而已啊。你也只是。风吹花落雨落雨
三米。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？Pub 的。什么工作 ？Pub 很多啊。喝酒啊，还是要喝法原住民。你会喝酒吗？会啊。几岁就会喝了？这个不能讲，从小就要练，从小开始练习。我们现在要去，你知道的。国小吗？一生出来的时候。哦，一生出来。对对对。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。妈妈。我们的时候去喝了吧。啊，你是酒精宝宝吗？酒精宝宝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das。女生 ？bb。das。小声一点，还有背号。das bb。你给我小声一点。das bb。das bb。好了。是。学生要拍照吗？不要摄影，可以吗？我们有权利，不可以摄影。我们有权利。把你关机好吗？
信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拍我也是拍啊，你现在也是拍我。你们现在不就在互拍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备跟警察备案，说你骚扰？对啊，你们两个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蛮好笑的。东西收起来好不好？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他收起来，我就收起来。对啊，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要不要我叫人来？叫我们来干什么？太无聊了吧？对啊，你先收起来啦。请他们离开，我在图书馆，我在用电脑，是他们来的。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不能来吗？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。就像你说，我们昨天箱的人为什么要请你离开？不要吵，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，然后你先生，你先把手机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他不收起来，我要怎么收起来呀？对呀，毕竟是你先拍的，那你就先收起来，他也收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这样子拍，那我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？他不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也很无聊啊。你先拍人家的，你就先收起来吧。你都没有办法处理的。你要处理什么？你现在不要制造问题，现在有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处理。你要很小，不要讲话，你不要故意的碰到我的东西。不会不会，警察不会，警察局的坏话，我这个都他会讲，他会跟我讲。等一下，他那还有写左西乡，我们左西乡的所长的，对，所长怎样？不接他的案子，怎样子？怎样？对啊，也是五路啊，不要这样子一直拍到我的手机啊。好了，你把录音机收起来了啦。他要录音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就我看他要怎么。咦，对啊，给观众看一下嘛，你对不对？你不要挡啊，给观众看一下，这就是大师不变。观众看相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拿下来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？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你们今天要拍到什么时候？我问他，他不关掉，我怎么关掉呢？真好笑的。那边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一起站啦、啊。不要碰到我手机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我会用手机。趁他很闲嘛，我们就给他，他不放假。